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呀，你也认识我大爷？电视上总看到你呀，尤其是我老伴儿，他特喜欢你呀！哎呀，大姨多大岁数了？今年六十多了。六十多呀？还喜欢我呢？哎呀，每次看到你呀，把他乐完了。哎呀，那太好！哎呀，回去带我谢谢大姨啊！哎哎哎，哎呀，他要是今天能知道你到这儿来呀，就会把他乐坏了。咱改天来来，有机会跟他照张相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们也挺累的，多点点好吃的啊。 好吃啥呀？今儿出门忘带钱包了，就带20块钱，凑合吃一口吧，节俭。哦，行行行，节俭点好，节俭点好。行，你忙来。哎，我忙去了啊。忙。哎哎哎哎，服务员。先生您好，点点什么？那个，烤鸡头啊。 完了呢？那个，你不看电视啊？哎呦，我的妈！我一天忙啥样了？我没这样式儿，我哪有时间看那玩意儿？不看那玩意儿，说点啥？点菜吧。点菜，给我来一碗抻面。抻面。嗯。8块。来一盘拌菜。拌菜6块。再来2盘花生米。3块。完了呢？完了，够了。 你不来个鸡架呀？咱家鸡架特色，老多客人都奔咱家鸡架来的，可好吃了。鸡架好吃啊？那你看，来一个。哎呀，好嘞，鸡架8块。不要了。咋的呢？我小时候我就不怎么爱吃鸡。啊，那这够了是？来瓶啤酒不？啤酒来瓶。哎呀，好嘞，啤酒4块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算了。怎么呢？不要了，我喝啤酒身上过敏。 7、8，就来一头大蒜。大蒜不要钱。2头。等着。哎呀，我去！哎，我小勇，我搁电视上看着过你。是我。肖沈阳。哎呀，演的太好了，我最喜欢你，我最喜欢你。不是哥，你可能认错人了吧？现在宋小宝，我最烦他。 他演的啥玩意儿？演的都不会太善了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说他长得那么黑呢，他这啊，像小黑驴似的。领导一看，这俩牙搁那飘着，这是。哎，不是，缘分，缘分，我也膈应他。兄弟，缘分，缘分，我也膈应他。哎呀，这个人碰到你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，缘分，缘分，我老喜欢你了。太客气了啊！好嘞，这是缘分，好嘞，慢点，不要急啊。 哎，慢慢用啊！好好好，行，兄弟，咱真大腕，咱吃上玩意儿。哎呀，抽吃一口就行。快快快，不是，你先生，你点点啥呀？哥，你看，出示见面啊！来，不，说，给上俩菜，上俩菜。哥，那么远啊，这我都够吃了。你的心意啊，我领了，还不行吗？给面不？给面不？不是，咱不给面是不是？要撕脸是不是？啊，给一个。实在要点呢，你给我点个鸡架吧。 你不是从小不爱吃鸡吗？那玩意有啥不能吃的？快上吧，上去下完了，取5瓶啤酒。好嘞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搁这能遇见你，咱这是缘分了。哥，说啥？不信我不怎么能喝酒。我代表观众。
感谢你给我们带来快乐。来，行，我代表全沈阳，谢谢。啊哎，兄弟，留个电话，以后联系联系，好吧？我们公司有规定，电话不能乱给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嗯，兄弟，真的。哎呀，哥给你留个名片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铁西这片，提我，大呲花，好使。大呲花，你倒腾烟火的哥？啊，不是，好喝点酒。喝酒跟呲花有什么关系？老对瓶子吹嘛，一吹多了。啊，这个吃花呀！但是你提我好使，提我好使啊！好好，就真是缘分。电话，别忘了。哎，啊，哎呀，喝酒呢，跟我兄弟小沈阳。为什么呀？就他啊！你不信呢？来，你说两句。就你看，哎哥，我是你看，是不是他不？等你兄弟结婚了，我让他给你找个面，绝对好使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纯哥们儿啊，真是哥们儿啊。最近我又接了个大活，两个亿的活。不是你欠我那200块钱，你什么时候给呀？就等你的200块钱起工了，动不动。喂，你看这信号怎么回事呢？这信号，喂，怎么？喂，我说兄弟。铁西大呲花，哎呀，指定好使啊！有事找我啊！老公，这是谁？他这吃什么饭呢？哎呀，德胜他家特色可好吃了。啥吃的？这满了吧台的地方。哎呀，哎呀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没吃过，人家鸡架可好吃。从来都不上这地儿吃饭。哎呀，太能说了，大呲花。妈呀，干啥一扔一炸的？咋的了这是？老哥，谁呀？那个坐的是宋小宝。哎，宋小宝哇！哎，你好，你是宋小宝老师吧？对，我是。哎，我特别喜欢你，我打扰你了。没事。你跟我照张相呗。行，没问题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好。老公，快来呀！老公，快点。干啥？快点，我照张相。哎。谢谢你了啊！客气。来，哎，你照的是啥呀？那么近能照着？我照的不好，你自个儿照吧。自个儿照就自个儿照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宝哥。咱俩自己站。来，一二。宝哥，你笑的不太自然，你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觉得他我老公在这你不好意思啊？没有事儿，他可大度了，他也喜欢你。那咱俩这边站，来，站到这边，来宝哥，哎呀，你离我近点呗，你，一二三，宝哥，你谁呀？大吃花，不是，那什么，他是宋小宝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，老公？哎呀。宋小宝啊，嘿，大腕儿啊，不是什么大腕儿，不，你这大腕儿咋上这吃饭来呢？你给点这玩意儿啊？不是，来，服务员来，服务员，等着啊，哎，我发微博了啊，现在让你点点什么？说，来，最贵的，最好吃的，鲍鱼、龙虾全上。哥呀，不用，这样，这已经够我吃了，点多了浪费。不是，咱们燕儿喜欢你，我也得好好喜欢你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没事，再点吧。我老公有钱，无所谓，请你。不点，真不点。点。那实在要点的话，点个鸡架吧。哎呀妈，这么大块就点一个鸡架啊？够吃的。10个鸡架，2箱啤酒，齐看，来。这不是。老公，不是，我不能喝酒啊，哥。啥玩意儿？骗谁呢？这么大腕在外边混不会喝酒啊？啊！但是这桌酒谁喝的？你不会喝酒啊？大四，不怎么的，瞧不起我谁说的？来，不是，我敬你，我干的，水。玩儿的啊！
玩点是吗？我真不能喝，您喝多了。不是老公，不是现在刘德华过来敬你酒，你不喝呀？你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啊，喝了，给面子不？给面子不？啊，不要，我替你。不，你干啥呀？啊，你干啥呀？他都说他不能喝了，你还非得让他喝干啥呀？不咋的，他不能喝你就替他喝呀？那我不能喝时我喝娃娃吐的时候，你咋不替我喝呢？哥，这事儿吧，咱不能怎么的，我就替他喝过酒，你不愿意了？他不是说，这家伙，这大腕儿也玩文玩啊？啊，你们家喜欢盘一盘吗？啊，喜欢这个啊？嘿，正好我有爱好，燕儿来，你把我这对给我拿着来。不是啥意思？我自个拿来。这是干什么呀？哎呀，还爱玩这个，哎。来吧，看看我这个啊，我这盒就是小叶紫檀的，好好东西。来看我这对儿，哎呀，太漂亮！看看品相，来，哎，你这对儿可好，太漂亮了，好啊，嗯，送给你，哎呦，送给你，我家里有啊，我家里有，家里有啊，嗯，干啥的？玩的，啊，你家里头就玩的，嗯。我不就跟他照张相吗？我就喜欢他了，怎么的了？我就照了，怎么的了？那你还想怎么的？照相有你怎么照的吗？连搂带抱的。对呀，我喜欢他呀，我就照了，咋的？来，宝哥，再给我照一个近点的，来，搂上照上来，一二，哎呦，拿去，拿手。来，哥，照拿去，就照一个。把那黑手给我拿去，拿不拿去？你咋那么熊呢？就照一个还能咋的呢？什么叫咋的呀？啊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说我什么意思？你干啥？不是，没有你事，我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你跟我俩指手画脚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怎么的呀？怎么的？我站住我了吗？我咋了？你站住！你不是你还是我们？你是老爷们吗？我怎么不是爷们啊？就这么点小事，我就跟别人照张相，就知道你这样事儿的。你以后过日子还长了呢，就这么点事儿你就容不下我？我以后跟你不过有什么意思？过不过我？还你过不过？你还过不过？还怎么的？你过不过的呢？还你过不过？我还没有你还过不了呢，我还这么这一年呢，我过不过的？我这一年我没过了，过不了，滚吧去！不有你能啊？燕儿啊，燕儿，燕儿啊，我错了，燕儿啊，燕儿，哎呀，燕儿，饭吃这个憋屈。鸡架吃不进去了，服务员，买单。啥、哎？先生，你还点点啥？不点啥了，这都没吃了呢。啊、哦。抻面、拌菜、方米，一共十七、二十，找我三块。大哥，你这咋说你这样？这是你点的，这些也不够啊。这些不是我点的。不是，你是你。这个是你先前点的是十七，那后期这点不都在你桌上的吗？后期是当时花他们点的。就你说那人我不认识，反正我就知道坐你桌上，你不你朋友吗？坐我桌他也不，我根本就跟他们不认识。不认识你们坐一桌，反正我不管。你看你刚刚啤酒都起开了，完我也退不了鸡架，你必须得把钱。我打电话，我打电话啊。那行，你先打着吧。喂，媳妇儿，出门走着急没带钱包，点菜点冒了，完了。喂，喂，喂，还没电了，这你吃这不是？大哥，大爷，哎呀，当个明星也不容易呀、啊，不容易，一会儿喝酒一会儿照相的，饭都没吃好哈、啊。哎呀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赶紧吃，赶紧吃点，赶紧吃点。不吃了，吃饱了呗。哎，宝啊，那个我到时间了，我要回家了。啊，以后常过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哎，我走了啊，你忙大爷。哎哎哎，再见啊，你慢走。哎哎哎哎，你这样，我把手机压着，我回家取钱去给你啊。不是，等会儿，哥，哎，你压手机干啥？不用，你账算完了。谁算的？我刚才走那周叔给你算的。他是干啥的？周叔啊，他老伴原来在咱店里干活来着。啊，这两天有病了，可能还挺重，住院了。住哪医院呢？市医院。住市医院。啊。
小妹儿，哎，这你把你电话借我一下。我电话呀？嗯，麻烦你了。没事。喂，媳妇儿啊，你买点水果，多带点钱，跟老公去一趟市医院，去看一位喜欢我的老大娘，满足她一个愿望，跟她照一张相。在老公心里啊，她才是真正的大款。